大家好，我是尚恩，基本上是艾罗全新造型杰诺斯。那这造型呢，我们从抽奖开始。一开始呢，我们准备了5000点。这抽奖呢是有保底的方式哦，注意到呢左边有一排。每次抽奖呢都有机会可以获得专用的武器，只要抽满6个呢就可以直接兑换。还有别忘记呢到信箱里面把碎片用掉，碎片呢主要是用来换表情包。只不过呢，不管是表情包还是舞蹈动作，那都是有时间限制的。左边那一排呢才是永久的。注意到呢，我们目前已经抽到了5个武器，而现在呢剩下大概1200点，就欠一个武器了。我们来试试看我的运气。再来一次。OK， 终于抽中了。在我们剩下377点，也就是说呢，总共花费4500点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如果、你是来自非洲的大酋长的话，大概呢最多花7000点左右就可以保底获得。那我看论坛上呢，有网友们从3000点左右就可以抽到，也有人花到最多的6900点。那我们这次花费呢是4500，中规中矩了。以我们过去那么多那么丰富的抽奖经历呢，只要不是保底，我觉得都是运气不错。剑魔王杰诺斯，一拳超人联动的主角之一，相当帅气的英雄。整体来说呢，你说特效有没有万元等级的华丽？当然没有那么华丽，只不过呢他跟吕布的黑骑一护、雅莲的同人、刀锋的雅斯娜，还有莫拉的朽木白哉，感觉呢他们已经可以抽成一个动漫大乱斗了，很像我小时候玩过的游戏。那今天我们来玩艾罗，艾罗呢被砍了好多次哟，砍得有点伤，砍到呢卡萨路几乎出不来。这场我们都是打野，一开始呢我们的红就被反掉。莉安刚刚做一个很贴心的动作呢，他把经验值完全让给我哟，想让我上4等。看到呢台服还是有好人的，如果你也遇过不错的队友呢，请帮影片点个赞。确实挺温馨的哟，很多时候呢队友都是抢钱抢的经济。这场呢我们玩的是打野。那先说明呢，带刀有一个叫千浪的效果。5分钟前呢，我们是不会吃到队友的经济跟经验值的。只是呢，有些时候我们5分钟前帮队友起清，队友呢还是会闪你灯干嘛之类的。来看看我们的备战，这一套呢可以出猛攻百川，也可以出觉醒，甚至呢出金身、出攻速。毕竟呢我们的伤害需要攻速呀。敌方那只呢已经叫过了瞬移，他叫过瞬移就要往回走呀。二技能请他吃带走。后面的迪勒克，迪勒克前期确实很强哦，还有有墙壁的状况。这边发生点意外哦，我们被敌方呢连续的击飞。看来呢貌似是塔拉的爆裂束甲加上艾里的飞镖，让我们砍歪了，没砍到敌方的 ADC。 这边呢接下来20秒后下路会有古龙，我们先刷完下面的野怪。这边呢有点尴尬了，刚好趁这个宝贵的机会呢给大家展示展示，这也挺重要的。原本野怪呢在脱离战场 1.8 秒之后才会回到原本的位置，现在呢只要 0.75 就会马上回去，从 1.8 到 0.75 呢可是快了不止一倍。一般来说一些守城的打野呢两波野怪一起刷没什么问题，可是如果要三波一起刷的话就比较极限一点了。再来呢，死尸野怪的脱战时间也有影响，
原本是1点8秒，现在变成了1秒。至于目前比数4-6，目前我们状况还 OK， 上路打了起来。迪亚克呢，前面有点麻烦了，不好杀。使用大招追上去，他开个急招，注意不要靠墙壁就对了，靠近墙呢可能就不要这一套。我们的二位支持咬的是塔拉呀，塔拉呢是不太建议咬的。OK， 迪亚克开个他的宝柱，恶魔力量呢把后排就收掉了，还不错。敌方后排呢刚刚为了追我们的魔龙炉冲进塔里面了。这边呢可以反一反野，已经5分钟，可以点塔了，找到个守文，先端他大，守文交过了瞬移，用敌方辅助来叠被动，这一次呢二技能就别空了，带走。注意到呢，敌方控制还是挺烦的呀，会一直的控制我们，所以呢魔防血是几乎必备的呀，没有魔防血韧性呢，我们可能更早倒下。自己很失血啊，本身的续战力呢也是还可以，气息也乖呢就可以补回来。注意到敌方拉兹，没血的时候呢拉兹是也挺重要的，至少知道呢拉兹离我们很远的。如果啊拉兹在地图上不见，我们就要果断回家。中路没有其他人，我们先补这个线，补线的时候注意呢不要被消耗就对了。先走位躲过招，下路小古龙呢，他的钱已经没那么多了呀，就给他们。中间敌方目前一致，一技能正留着呀，旁边草丛没有视野，如果开掉一技能呢，被抓就跑不掉了。艾里没大，可以反杀拉兹，拉兹冲进塔了。结果拉兹收了我们的莉莉安，是一个互相换的概念，找到索恩，但是我们已经没招了呀。索恩的晕眩呢救了他呀，你们发现呢，少少的一个小晕眩都很重要。艾罗一技能的丁声呢貌似被拔掉了呀，不然就被改成超级迷你的丁森。反正的地方看起来是没有停着的意思。形容的大招，大招特效还不错。二技能的强化技能呢，手感其实还可以哦。只是呢，一般的形态没有强化的二技能，感觉比以前更慢的样子，可能是看不到斧头的关系。手感的问题啊，基本上都是因人而异哦。反正你习惯了，手感就会好。有些人说呢，音效或者动画会影响，只不过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角色的动画施法时间，本来就会取消动画呀，所以动画就没什么差。音效的话呢，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关声音来玩，对我来说呢也没什么差。我不太会觉得呢造型会影响战斗结果或者手感的结果。像是呢，目前艾罗虽然穿上了杰罗斯的衣服，可在我心目中呢，他还是那只拿斧头红色的狂暴艾罗，长得还有点像金木眼。哦，已经退出了这个杰诺斯，那就代表呢不会有金木眼的联动了。不过呢，进阶巨人还是有机会，鬼魅之刃应该就没机会了，因为听说呢跟其他游戏已经联动了。还是呢，其实同一个漫画同一个 IP 可以卖给不同的游戏。受敌方拉兹，击飞敌方的迪拉克，别想跑了，带走。可以追到我们粘的能力哦，就算我们没有红能还是很粘的。团战呢就是我们耀眼的地方，优先抓敌方的后排，只要呢后排倒下我们就不会死。范凯赛撑这边有一整波兵呢，点塔的话没有人可以点塔，而且敌方看了个保护防御塔呀，那这边得先撤退了。这中塔呢没人推掉，可惜的点。但我们射手也不在附近，
被动叠起来。玩习惯莫拉的呢，都觉得叠被动很容易了。受敌方的塔了，残血的守卫你打下了，躲过敌方拉制的击飞。那我们开启大招施法期间呢，也是有8体的，以前是没有的。已经没有招的艾莉缓速普攻带走。游戏已经接近尾声，中塔，再来上塔。敌方这边有4个人，4个人要清掉一波兵呢是不难的呀。虽然这波估计是无法结束，我们没有飞太进去哦，随时准备撤退。二技能记得呢要砍中射手，砍不中的话呢，我们可能就差不多了。这边我们打算来收一收野，吃一次龙，准备下一波进攻。这时候呢，莉莉安娜蓝的效益比我们更高一点了。我们的辅助看起来需要回家补血。发个信号呢，是叫爱丽丝，不是爱丽丝，是叫莉莉安吃的意思。就莉莉安呢，人还蛮好的，愉快支援。看来是好队友型队友。我们有一技能，有一技能在的话呢，不太怕呀，随时可以撤退。毕竟我们的位移呢只有一招啊，大招呢是后背的，所以呢可以的话，通常我们都会用走的走进去，有问题呢就可以一技能飞出来。艾莉成功击飞，哦，突然觉得自己好硬哦。拉着一整套呢把我们打残，但是呢我们水量又补了回来，有没有夸张了点？二剑只要砍到射手那就好了，而且呢还拦截了射手回家的路，他往我们队友那边送呢，那当然也活不了了。最后呢摧毁珠宝，一个帅气二技能，游戏结束。以上说的艾罗新造型杰诺斯，请问你觉得这造型怎么样？特效啊，整体的表现等等。那我上恩，感谢你收看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